那时候应该是在民国的84年，我们既然母堂的教会，我们是有一个遍地植堂的一个意向，就是要在全台北市各个的地方，各个行政区，我们都要建立这样一个教会，荣耀的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林志雄的牙医，我们都住在木栅，而我们又是活士团区很重要的同工，我们就率先的回应了。一方面是神的呼召，一方面是教会在意向。我们是这样，林志雄是牙医，他透过他自己的诊所呢，就有一些人来看诊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传福音。那么有愿意来参加小组聚会呢，他邀请到他的小组，或者是把他介绍到我的小组。那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的我们团契的以前的朋友们，或者是契友们，他们的朋友，他们也介绍，那我们就去借着晚上下班的时间呢，而且也是人家有空的时间，我们就去探访他们，一家一家探访。很快的，大概在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这个我家的小组呢，就有大概12个人受洗了，感谢神。加入台北灵粮堂的时候，总是商量，就我是希望说能够在木栅来设分堂，所以那时候就在木栅来设立分堂。那时候就是他们几位，另外原先在的是一个牙医师，就是志雄弟兄夫妇，他们都是非常的有负担。然后石云光牧师，他们本来也是在木栅一起来服侍，后来他们调回母堂去做连长的工作。那个时候，风铃姐，因为我们以前在大学是同一届的，那她知道要在木栅设分堂，所以她就很有负担的来一起帮助来建立教会。然后神就陆续带领一些弟兄姐妹来。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大概10来个人，连小孩子大概10几个人，那就继续带像万阿姨，还有徐俊俊弟兄，俊俊弟兄他来到教会。那万阿姨、俊俊弟兄他们都很热心来服侍主。那教会是地点是在志雄弟兄他的房子的3楼那个地方，但是后来觉得那比较小，所以要租一个地方。但是呢，算起来如果房租跟贷款可能差不多的钱，只要有投币款就可以买房子，但是我们一无所有哦。大家一起祷告，后来祷告以后，大家觉得说愿意来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那也有那时候也有人，他们弟兄姐妹愿意来为这个投币款来奉献。
候我是很兴奋，没有做过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就是自己去到教会，有人为我们预备。那现在要从我们开始来建立教会，哎呀，心里也是有些恐慌啊。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神的带领，完全的交托给神，所以我们心里没有什么惧怕，所以就跟牧师师母去一起去探访。然后我们要成立的教会是在老人院的附近，他们的后门就是我们想要成立教会的大门，所以很方便。就是因为方便，所以牧师跟师母就要我到老人院去跟老人家去传福音，所以就开始了，就在老人院里传福音。他们有时候半夜的生病了，就打电话给我，因为牧师要我把这个电话要留下来。我现在想没有关系啊，反正都是差不多的年龄啊，就留下来的。有时候晚上就半夜的打电话来，有的是心脏病，有的是血压高啊，有的是害怕啊，有的是要我陪伴他们。那我想我反正我是一个人，因为我的先生也过世了，所以我儿女们都在外国留学，所以我就也很高兴做这件事情。我们为了传福音，所以中秋节、圣诞节，我们都会借场地来办这个福音聚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借万新图书馆，记得有一次在万新图书馆，是各个小组用好像这个圆游会的方式，各小组煮东西，哇，用瓦斯炉很热闹的，然后大家很辛苦很努力的来让参加的来宾饱食一餐，完了以后在布道会开始。另外我们在彰新活动中心也是曾经在那边办了好几次的布道会，那也是曾经先买很多的食物让大家享用之后再开始。所以到最后我们因为人比较多了，就换到政大的义务中心，那在那边就可以有六七百个人来参加这样一个布道会。所以后来我们就以在政大义务中心为主。现在后来人数增加了，没有办法，我们买的那房子比较小啊，现在就租了，来租龙会的这个六楼，就慢慢的在一方面还钱，一方面就租房子住，再把我们那边的房子也留下来做主日学呀，或者儿童的其他的用，这边呢就是专门是聚会。因为这边六楼比较大，所以聚会啊、人数啊，就慢慢的就增加了。我知道是在金山活动中心，当时有很多的闯关游戏，我们是坐游览车到金山去的。我还记得哎，去年我们去那个金山活动中心。阳光森林那个旧的教堂，旧的应该是说是他们教会就是受洗的，然后会请牧师来主持，对，然后就是牧师教会的那个全教会的运动会，那个政大的运动会啊。我那时候真是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记得有一次我是带领五年级的主日学老师。学生有两个人，其中一个
是真实的谎言，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也许我有两个男生小孩，哇，超可怕的，因为我就怎么样都摆不平他。然后最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再吵，我就要把你关在厕所里。他们两个非常高兴，就说他们要去关厕所，我也非常高兴，我就把他们关厕所里，然后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子。有一次遇到一位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他是病危，在医院里，然后牧师要我们去探访他，他病危是很危险的，已经挂了那医院里挂了那危险的牌啊，那我们就去了，就他也不理我们，因为他也是昏迷啊，那我们就又还有别的那个这妈妈的那个孙女儿啊，又掉到水里，也要我们去祷告啊。我们也去祷告，结果过了几天有好的消息回来，说是已经把她救起来了，救活了啊。就是觉得就是有一些很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就会发生了。那再过一段时间，教会里那个在医院住的那个病危的那个病人，突然的好起来了，好起来跑到教会来找我们，来找吴牧师。哎呀，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这个已经要好像没有希望的人，我们去祷告几次啊，看他看到我们也，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很奇妙啊，有时候想不到的事情，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但是呢，他是凡事都能，只要相信他，什么事情都不可能的变为可能。2011年，那时候9月，教会要办一个全教会的郊游，那当时那个宋玉牧师还在我们教会服事，那我就请他做整个活动的总召。那宋辉牧师他本身是宣教士啊，那他就把整个活动办成一个十分的宣教风，呵呵，那他那个地点就选在马介博士，他的墓园也在里面的淡江中学啊。那从那个搭游览车开始，有了一个导览地图，一直到这个整个崇拜啦啊，里面有这个马介的那个马介博士的戏剧，我印象深刻，非常有趣啊，加上那个大诗歌大合唱的一个合唱团啊，加上见证啊、短讲啦、甚至下午那个游戏闯关游戏都是跟宣教有关的，哇，我真的是印象深刻，整个设计都是跟宣教有关的系列。那到了傍晚，大伙儿就开始转到这个渔人码头去旅游。那到了那个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然发现有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姐妹，好像算人头的时候，她就是没回到游览车。那我想说，糟糕了，这个到底是谁？有人说好像看过他，但是名字没有人讲得出来，他叫什么名字？到底他是从哪里报名的？我们也都搞不清楚，但是就很急，就去找，甚至呢，我们到后来还报警了那我就想说啊，其他的游览车先去吃饭好了，吃晚餐，我们留下四个童工，最后我们就在那边继续的寻找啊，寻找。坦白讲，我那时候是很担心，因为办活动最怕就是万一出事了。哇，这只要一个人不见了哇，我们真的是承担不起。后来我们这个觉得感到很无助、很无望的时候，我印象深刻，我跟佩林师母还有两个同工，我们一起手拉着手围着一个圆圈，我们就一直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们找到那个姐妹。”我不知道怎么搞了，一边祷告的时候看到那个姐妹，有一个姐妹就出现在前面，我们没有讲什么话，我们彼此就相认说：“你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然后呢，感谢主。他真的就是我们要找的迷途羔羊赞美赞美耶稣的名，因为我们真的是发现祷告带来的好大的影响神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敬拜，这是九月嘛，大家都很道理，讲道也有理，所以我们很满意。周老师，
小组参加小组，就是一进来的时候，或者是在教会附近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大家很亲切的招呼。我上次碰到卢婉姐叫我玉明姐，太过分了。大家在一起会很好。小组，我最喜欢祷告室。所以早期的青年牧区是礼拜天的下午，只有志祥哥参加，那是国高中生的一个聚会，到后来大概有十几个学生在那里，一直到我们带了一些同工起来，好，从我们早期的 core， 我们呼召了一些同工，是不是跟我们一起下到国高中生去服侍？那在我们的家开始有门徒小组，门徒小组是从一月开始，但是到七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呼召啊，比如小宝啊、思韵啊，哈，在我们当中的吴念寻啊，啊，或是说维华啊，我们就进到了国高中生去服侍，所以我们就把大学生跟国高中并在一起，在礼拜六晚上的清晨。那个时候，因为台北联合堂我们的母堂，希望各个分堂也能够一起来传福音、执堂，所以我们就祷告要在哪里来设分堂。那个时候因为台北市、台北县都已经有联合堂的分堂了，所以我就想说，那距离比较远一点的，又是大都市哦，能够成为一个中心以后，再由那里再继续拓展附近的这样一个福音。那第二大都市人口来说是高雄。那因为我也曾经在高雄做学生工作有七年，所以我就有感动，有负担在高雄来设立分堂。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同工小组长说，他有一个条件才让我们去高雄，就是所有的同工们都愿意常常为牧师师母祷告，那他才要放心让我们去高雄。从2007年吴牧师到高雄啊，他开拓了活石灵粮堂之后呢，我们陆陆续续每项牧师他也到厦门啊，到了缅甸，我们都支持他这样的一个宣教型服事。好，那我们几年前我们把那个旧堂新荣路的旧堂也把它拿回来，我们做一些整理，我们做爱邻社区的关怀服务的相关的工作。好，到了这个2年前我亲身的参与在我们在那个新北市平溪的一个拓址，好，我们在那边去年7月20号我们开拓了十分的福音中心。好，那我看到整个一步一步一年一年生一直把一种宣教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当中。去年宋慧牧师他离开了我们到柬埔寨，我们就是整教会带着祝福来差派他们到柬埔寨，一直到今年是教会20周年的生日。好，那我们除了跟市长会合作这个523饥饿12的活动，那我们下半年我们又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支持，好，不管是这个平统还是说在这个国内本土或是外地的宣教士，我们就发起了一个飞跃20信心150的这样的一个天国投资计划。感谢主，我相信神让我们透过这个金钱来学习这个宣教的参与，那也透过开始有一些弟兄姐妹实际的软宣啊参与，我们教会其实不断在这方面蒙福。我觉得神开始把那种信心不断的在我们教会中开阔出来、开拓出来，而且更多的领受神其实是非常非常怜悯一些贫穷还有一些国家的这种宣教的工作。感谢赞美主。每个地方就是从老到少，每个人都非常的有活力。我们一个社区的闪亮，下个家。我觉得教会像个大家庭，很好的大家庭。可爱，每一个都是有才干的。很生动，很活泼，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丰盛的教会。